老铁们都知道，我最近在逛长春车展啊。除了比亚迪展台，其他的品牌我也都看了，甚至那些豪车品牌我也都看了啊。慢慢马上就给你们这个编辑完发上去。然后我又逛了一下丰田的展台，哎呀，然后我也逛了一下丰田的展台啊，就是就不说它外形不太好看，内饰特别丑，然后那个用料特别不好啊，就包括那底下那个棉花我都看了啊。哎，做工啊，我咋说呢？这么的，直接看现场视频吧。啊，这个内饰啊，是有一点太素了，是吧？内饰。他这个车是之前哦，类似。这是黑金棉吗？是啊，这就是塑料，都是塑料的，看，是这样的啊。这都是塑料瓶的，刚刚不行。哎，这是一体冲压的吗？啊，这是冲压一体焊接的。那什么年代了？所以说它销量一下，咱转过来说的。